3、4，蹦。你叉叉，让你变卖保健品，你非买。你叉叉，叫你去你一下，你叉叉。嘴瓢了，让你别买保健品，你非买。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，陌生的电话别帮你找。反诈 app 就好了，别 app。反诈 app。对，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。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。再次好来。沙姐，你现在听我说，骗子的手法有很多，购物、贷款和交友，投资、刷单、装配偶。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，陌生的电话别帮你找，个人的信息不要外传，添加你好友要阻拦。我擦亮眼睛，甭先放诈骗，一起创建和谐的家园。骗子呀，魔性啊，不错啊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这里是王牌少年下载中，我是你们好朋友王牌少年宋亚轩。你没有听错，这个就是反诈版的你叉叉。沙子姐，让你退的保健品你退了吗？回家就约快递上门取货，立马就退。好。你叉叉，让你别占便宜你偏占。你叉叉，让你别买保健品你非买。你叉叉，叫你下反诈 APP 你不下。你叉叉，要是个警惕骗子的手段。沙溢老爹请听我的话，每天唠叨都是为了你好，相信儿女你没烦恼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骗子你一辈子也别想套路，姐一眼就能看清你路数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我擦亮眼睛，甭先当诈骗，一起创建和谐的家园。骗子呀，魔性呀。沙姐，你现在听我说，骗子的手法有很多，购物、贷款和交友，投资、刷单、装配偶。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，陌生的电话别把你找，个人的信息你不要外传，添加你好友要阻拦。我擦亮眼睛，奔先放诈骗，一起创建和谐的家园。骗子呀，魔性呀。叉叉，就要听我的话。骗子，我从飞机上把你丢下去。你叉叉，反诈 APP 我们一起下。你叉叉，反诈 APP 我们一起下。你叉叉，你叉叉。识破诈骗必须要有一双火眼金睛的慧眼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看图猜出相应的词语。第一道 ，Ready Go。数牙卷。啊？这松吗？松牙轩。好像个方言。松牙轩，松牙轩。刀猪餐，砍，切猪，杀猪食，哦，杀猪盘，杀猪盘，这是什么？中国家，返回是吧？炸，这是什么？钟表。中心啊 APP 国家反诈中心 APP、哦、原来是这样。网罗
贷钱，网贷贷款，心卷打坐坐浪，兴风作浪。哇哦！太有文化了，太有文化了，文化人。这个太简单了吧？以网打尽。但是这个静它是后鼻音，很严谨。一网打尽，坑门拐骗，坑门拐骗啊！ Cool. 太简单了，电信诈骗，太 easy 了。不听不信。不转账，不听不信不转账，成功了。漏，我们本期节目陈警官也向大家科普了一些反诈的知识，现在小松要来做一套王牌反诈测试卷，答对七题便可过关，过关可获得一份超级神秘大礼。 OK Ready Go。 这些问题太小儿科了。A piece of cake。 下列不属于网络诈骗的是，沈腾盗取贾玲 QQ 号码和密码，花花利用电子邮件发送虚假广告，王牌兄弟在 QQ 互发红包，有人假装小宋在QQ 上向小童求助借钱，这不是很小儿科的问题吗？传销活动销售的通常是货真价实的商品，吴彤导演十分珍贵的资源，无商品或者极其低值的商品，梦想已久的权利。对，所以怎么解到了？我觉得应该要解。花花收到一个短信，说我的大奖，就是他是怎么选 B。林姐最近修的最恰当是，那肯定是 C。 腾哥接到了自认公安向他交纳罚款，他该怎么做？肯定是 A。 OK。 哇哇，成功了，恭喜我们小宋获得了满分100分，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神秘大礼。有点不祥的预感。啊！没有没有。哇哦！吴彤导演的帅照，为数不多的帅照。大家也要积极的了解一下反诈的知识，然后不要被骗。团圆生日你会送什么？发个红包，再加上买一点东西。收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礼物？红包吧。王牌家族中谁最喜欢发朋友圈？肯定小彤姐，小彤姐几乎一天一更。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哪里最好看？眉毛吧。醒来发现有两个自己怎么办？让他帮我工作，我去玩。那你想应该说什么？肯定是惊讶。哎呀！最近听的最多的三首歌是什么 ？If I ain't got you， 还有那个 Weak， 还有 Groovy。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uture， some people live just。聊天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会，我的微博头像就是我经常用的表情包。你最希望有什么超能力？有个任意门，可以去任何地方，5秒环游世界，时间暂停。希望在什么情况下？救人。时空穿梭吧，回到过去或者未来。购物车里有什么宝贝？哎，我没有购物车。
因为我都是直接买，我买了宠物免洗清洁手套、奶酪棒啊、磨牙玩具、尿不湿、狗狗磨牙棒，还有发光项圈，还有狗粮。买了个乒乓球拍，还买了个书桌，还有